每次都是等，我也不知道在等什么。着什么急啊？我打通电话，全部帮你们搞定，好吧？一切都知道。我，对，你们现在名单是哪几个人？好好，行，知道。OK， 不跟别人讲 ，OK， 拜拜。他们名单是你，以及你室友，你隔壁的，再加上从你隔壁的往那边数，一个人住一个房间的那个人，就五个人。哇哦！太狠了。打个电话给法老。喂，好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你问他。啊，行，好，明白。OK， 你先这么讲啊。先这么讲。问过了。你选他可以，你去吧。他说他是你粉丝。第一个选择的人是 JD。然后给你配乐，咚咚咚咚咚咚，然后接地去了。然后给你配乐，然后接地去了。JD。然后我再打个电话给你，记得接我电话。JD 说：“我电梯一直在往下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”JD 说：“我电梯一直在往下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”然后接地去了。接着，我电梯一直在往下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咱们就看书吧。这个漂亮。人们拍打地毯，不是为了惩罚，而是为了清洁它。木匠雕刻一块木，不是要为劈开它，它有理由。一块皮革被擦拭了1000次，抹去肮脏。皮革本身不知道，皮革本身不知道。来 ，Coke， 你翻译。这啥书？随便翻译。诗集，这是个诗集。来念第一个。他们说我们的故事是无言的说的，爱递向你一杯酒。幸福的快乐的，那你跟浩哥一样，都是爱情中的酒呼唤忧伤，谁能听见你的问候？在这不伤感，你别这么悲壮。我们不要金银或财富，我们要你的温柔，给我们送来翅膀。我们不要评判者或评判，我们要你的评判。你是宝贵的生命，做我们的生命吧。我们不要年月。它好漂亮，你读的漂亮，我专业 reader 好吗？